家好，我叫庞豆豆，来自辽宁鞍山。大家好，我叫孙小雨，来自辽宁鞍山。大家好，我叫何子萌，我来自辽宁鞍山。大家好，我叫魏萌，我来自辽宁鞍山。大家好，我叫王鹏露，来自辽宁鞍山。大家好，我叫严世宇，我们都来自辽宁鞍山，希望大家多支持我们。欧耶！你们到这来干什么呀？我们想多多卖点苹果，多挣点钱嘛，然后好回家照顾我的爸爸。您爸爸可真够能生的，生六个。不是的，因为我们都是被父母抛弃的，我们是被一个爸爸收养的。那你们今天来是向你们的这个养父告白？对的。为什么选择在这儿告白呢？在生活当中不可以说吗？因为我们都很了解爸爸嘛，如果我要说的话，他肯定不会同意我们自己出来的。所以我们就偷偷的跑出来了。你们说到这儿来向郑爸爸告白，而且还希望卖苹果挣更多的钱，这跟告白有关系吗？因为郑爸爸得了癌症。因为我们现在只有爸爸了。郑爸爸还有其他的孩子吗？我们的郑爸爸赞助收养，陆陆续续收养了600多个学生。你们只是其中的1%。对。郑爸爸自己有孩子吗？郑爸爸自己也有孩子，但是因为郑爸爸收养我们，他的家人都离开了他。所以你们特别心疼郑爸爸是吧？是的。爸爸每天的水果店都要24小时不停的工作，爸爸都不休息一下，爸爸现在还患了癌症，爸爸的年纪大了，我们可以为爸爸撑起一片天，让爸爸享享清福了。孩子们口中的郑爸爸是辽宁鞍山80年代有名的水果大王郑百万，可是自从收养被父母遗弃的孩子，老郑的经济逐渐陷入困顿。在诊患癌症之后，为了节约每一分钱，老郑还是偷偷地吃孩子们的剩菜剩饭，几乎每天20个小时的工作。孩子们屡次劝说郑爸爸注意饮食和休息，都没有结果，所以背着老郑悄悄来到告白的舞台。为了帮助这群未成年的孩子，我们凌晨时分来到鞍山，老郑还在搬运第二天的水果。行，就这样吧。那么老郑在得知孩子们的意图后，会来到现场接受他们的告白吗？我们看看今天郑爸爸会不会来。好吧，见了郑爸爸之后，我们来问问他目前的情况怎样。来，你们选出一位去开启告白之门，好吗？谁去？来，面对着我问你几个问题。郑爸爸今天会来吗？会的，因为爸爸很爱我们。很显然，这郑爸爸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。老婆孩子都走了，他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，所以他很有可能不来。他如果不来，你怎么办？不会的，爸爸肯定会来的。如果他来了不接受你的告白呢？不希望你们现在出去卖苹果呢？我们会努力让爸爸接受的，因为我们长大了。来，让我们一起倒数5个数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按键。
体非常好，非常健康。真的吗？多好！你看我的身体非常好。爸爸，你好什么？自己得病了，都不为自己买点药，是为了省钱。你刚才说爸爸是什么癌症来着？肠癌。做了手术吗，老郑？做了手术。那现在还在治疗过程当中吗？我现在也不吃药，也不打针，什么也不吃。现在我觉得我非常正常。现在真的吗？现在各项身体指标都正常吗？都正常啊，非常好。是这样吗，孩子们？爸爸，你就不要再逞强了。你做过手术之后，连一次药都没有买过。说实话，老郑，身子好了才能帮助更多的孩子。我刚才听这些孩子们说，你收养了600多个孩子。我收养孩子差不多有25、26年了，他们有孤儿，有残疾孩子，有离异的，连收养、助养、自助一共有好几百孩子。我听孩子们说，你以前是当地有名的水果大王郑百万，那是多少年的事儿了？86年、87年的。那现在经济情况怎么样？我这水果超市效益挺好的。现在我爸爸很辛苦，每天都24小时工作，才一年挣10几万。那你为什么要24小时不分节假日的这样经营呢？为什么呢？也就是拼命挣点钱吧，让这些贫困的孩子，让他们生活得更加幸福。我看你老郑性格挺好的，你的妻子和孩子为什么会离你而去呢？他想过一个平静的生活，是我打破了这个家庭，破坏了家庭。如果我的妻子在电视机前能看到的话，我向我妻子说一声对不起，我的妻子。那你孩子呢？让我妻子领走了。我觉得我这一生当中最对不起的就是我亲生女儿。爸爸向你说一声，爸爸最对不起的就是我亲生女儿。你完全没有必要对不起自己的亲生女儿和对不起自己的妻子。你看你收养了这么多孩子，个个漂漂亮亮，健健康康，你完全有能力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也照顾好，但为什么你偏偏选择了不顾自己的家庭，而去收养了众多的无家可归的孩子？我童年时代是非常苦的，冬天我没有棉衣、棉裤、棉鞋，我的老师给我买来了棉鞋，又亲自给我穿在脚上。我那时候我就想，等我长大以后，我一定要回报我的教育金老师，我一定要让这些贫困的孩子不能像我小时候那样没有饭吃、没有书念。所以我是这么想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所有人都像老郑一样，当然值得赞美，但是我觉得如果都像老郑这样的话，他们的家人怎么办？我个人是赞同把自己的家人照顾好，再以自己的多余的力量去照顾社会的劳苦大众，或者是那些需要帮助。但是毫无疑问，老郑的这种行为我是做不到的，很敬佩你。